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背，邪见断肠，颠倒记者，尚有遮法，不听食肉况复如来，世间救护，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为然受教。佛告大会，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为一切众生，从本以来，辗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驴骡骆驼，狐狗牛马，人兽等肉，徒者杂卖故，不应食肉，不净气愤所生长故，不应食肉，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旃陀罗，及檀婆等，苟见憎恶，今不群废故，不应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凡愚所事，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令诸咒术成就故，不应食肉。以杀生者，见行起食，生畏者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多噩梦故，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令饮食无节量故，不应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我常说言，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听食肉者，无有是处。复次大会，过去有王，名狮子苏陀梭，食种种肉，遂致食人，成名不堪。即便谋反，断其俸禄，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复次大会，凡诸杀者，为财利故，杀生屠犯，彼诸于吃食肉众生，以前未往而补诸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屠犯求利，大会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余肉，以是义故，不应食肉。大会，我有时说，这五种肉，或至十种，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食，开除方便，一切悉断。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上我所食，况食于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是一切众生
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曾昔为亲属彼会不净杂不净所生长闻气息恐怖，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逸酒修行常远离，亦常离麻油及猪穿孔床以彼猪细虫于中极恐怖，饮食生放逸放逸生猪觉从觉生贪欲是故不应食，由时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常爱欲生死不解脱，为利杀众生以财往猪肉二俱是恶业死堕教呼吁，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净肉彼非无因有事故不应食，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十方佛世尊一切贤呵责，辗转更相识死堕虎狼内臭秽可厌恶所生长愚痴，多生旃陀罗列尸檀婆种或生陀夷尼及猪肉食性罗沙猫狸等便于是终身复相与大鱼殃绝力摩罗，即此人家经我昔至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呵责，使以无惭愧生生常痴明先说见闻以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之故生食肉处如彼贪欲过障碍甚解脱，酒肉葱酒蒜悉味甚道障未来世众生鱼肉鱼吃说言此竟无罪佛听我等时时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厌离修行行起时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猪恶兽很可同游止若食猪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被证解脱，即为圣表相是故不应食的生犯智种及诸修行处智慧富贵家私由不食肉。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